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卫。今天我要去理发，头发有点长了。我们这个菲律宾理发，我们刚来的时候都是到那个购物中心去理的，那个 salon 里面啊、哦，那里面有点贵的，大概一次要400多比索。现在我们不到那里去理了，现在我们都是到那个菲律宾这个马路边啊，这个随便找一个理发店去理。那边理发还是，我们经常去理的一家理发店、啊、还是挺不错的。那个师傅人也不错，技术也挺好的。一次啊，反正挺便宜的，一次只要50比索就好了。但是这个 salon 啊，跟那个路边的这个 barber shop 啊，还是有点区别的。它那个 salon 里面呢，就是它里面的内容呢就是这样的，它有一个小姑娘还给你洗一下头，还洗完头呢还给你马杀鸡一下。这边路边的这个理发店呢，它是就是你洗头也没有的，就直接给你钱了，就这种。好，我们去吧。然后就是这一家，来，我们进去吧。今天要不要那个剪个有纹身的这个发型？看了吗？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有纹身的呢。可以尝试一下，你喜欢哪个？那要么这个稍微简单一点啊？这个这个吗？这个吗？这个 OK。这个怎么样 ？OK。好。Number five. Lightning. Macano. Twenty. What? 20 pesos. Oh, 20 pesos only? Yeah. 20. Oh, plus. Plus 50. Haircut with lightning 70. So total 70 pesos.Only， 哦，70 pesos 老公、这个，还是蛮实惠的。他这边你看剪头，剪头发是50 pesos， 然后那个 tattoo 是20 pesos。Thank you, sir. 看看你的新发型。
Hi. All finished. Good, good. 哦，年轻了很多呢，大叔变小伙了。Seventy. Thank you. Thank you, sir. Thank you. Bye bye.